警务处嘅公共关系课上月升格为公共关系部，助理处长陈东接手主管。警方表示会引入二十四小时追踪机制，监察网上舆论。陈东喺上周接掌公共关系部，警方表示将引入二十四小时舆情追踪机制，监察网上多人讨论嘅话题或者系抹黑警察嘅言论，希望尽早发现及主动澄清假消息。 对于社交媒体专业公务员 Secrets 嘅两名管理员早前被捕，陈东话不评论个别嘅案件，称警方尊重新闻自由同个人自由，但前提系有关言论不违法，并称警方该次行动基于表面证据。被问及会否同香港记者协会恢复会面，陈东一度避开话题，其后称不排除与任何组织联系接触，但一定要守法，互相了解同配合。 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同埋揿钟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！